看是我师父的歌，我可喜欢这首歌。一酒一饭，谁为扬我江大？一字一句，谁教会我说？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咬字不清晰啊，我的咬字还不清晰啊。馒头小米饭好使，必须好使，这是俺师傅自己写的歌。我的难处，谁要替我都去扛下？
师傅写这首歌的时候，绝对是他最难的那个时候。这个歌啊，唱的人真的是就很难过的那种感觉，绝对绝对是他最难受的时候。你们从歌里边能不能听出来？虽然说我唱不来那种感觉，但是能听得来那种感觉，就是真的很难受。就像我学那首歌的时候，我学那个孝敬爹和妈的时候，那会儿就是爷爷去世的时候学的那首歌，天哪，我就一听我就想哭，一听就想哭，就感觉很难受。唱首其他的。